我们最新的大包资料已经做一个这个解包了，各位好，我是婉熊哥。那在元旦的时候应该就有新的卡包可以玩了，那封面是我们的这个防火墙龙。对，那因为今天的卡非常的多，我们就来快速来看一下。好，首先我先今天就介绍 URSR 跟 R 就好， N 就不看了。对，那都快速浏览就好。那主要有三个系列啦，第一个是梦幻崩影系列，对，那第二个系列是魔弹，对，魔弹就是主打同一重列上面如果有发动卡的话就可以直接发动触发怪兽的效果。好，第三个是什么 Kozoma， 哦 Kozoma 系列，就是有点像星际大战系列的。对，那等一下我们来看就知道了。好，那我们就从第一个系列开始看。好，第一张防火墙龙，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就不多讲了。对，这是我们的封面怪兽，那利克斯。好，那梦幻崩影独角兽，那这个上次其实也看过了。这张卡连接召唤成功的场合，丢弃一张手牌，以场上一张卡牌为对象发动，那张卡回到持有者手卡。这个效果发动的这张卡是互相连接状态时，再让自己卡组抽一。所以这个梦幻崩界好像就是主打要互相连接，它的效果才会强。对，自己抽卡阶段的通常抽卡数量只要场上有相互连接状态的或幻崩怪兽存在，变成那些幻崩怪兽的数量种类 Link 3可以用来抽牌补牌用的。好，登陆群舰这个游走巨鲸 Link 4的怪兽要用两只以上的怪兽做 Link。好，那二三效果一回合只能用一次。第一个效果，攻击力上升，双方目的的连接怪兽数量乘以200。第二个效果，这张卡被破坏的场合，以自己或对方的目的的一只连接3以下的怪兽为对象才能发动，那只怪兽从场上特殊召唤。所以，如果你是 Link 3往上做出这一只的话，它就可以俗称目的的 Link 3，连对方的也可以。好，那这张卡存在目的。场上的连接3以下的怪兽被战斗效果破坏的场合，把墓地的这张卡除外发动，选择场上一张卡破坏，还墓地还有遗言效果，就是会有这个炸对方一张卡。好 ，Kozomi 系列的那 Kozomo 啊，我不会念的系列主要是有分两个，一个叫做超能族，然后另外一个是机械族。那超能族的共同效果就是除外后特招，而且在对手回合能特招，那他特招都只能比自己星数高的，像这一只是三星的，那就可以往上特招四星、五星、六星、七星的之类的。好，这张卡除外发动，从手卡把一张四星以上的这一张卡怪兽，星际仙踪就是 Kozomo 系列的怪兽特招，这个回合在对手回合也能发动，所以他就可以在对手回合一直往上做。对，但是你的手牌资源就要很够，对，譬如说四跳五，五跳六，六跳七。好，那这张卡可以对手战斗伤害时支付500点生命值发动，从卡组把一张这星际仙踪的一张卡加手，对，可以检索，但是要给战伤，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哦。对，好，魔弹，好，那魔弹主要就是它的第一个效果是共同效果，只要这张卡存在怪兽区，自己场上或对方的回合可以把魔弹魔法卡从手卡发动。对，那它没有魔法或陷阱，它并没有说一定是这个，它并没有说魔法，对对，没事。对，魔弹的魔法陷阱，所以只要它在怪兽区，那一些陷阱卡都可以直接从手牌发动。好，和这张卡相同重列有魔弹陷阱卡发动时，那从手卡丢弃一张魔弹才能发动，自己从卡组抽两张。它的魔法陷阱就有点像它的子弹，你用那个子弹发射出去之后，然后就可以触发场上这一只怪兽的效果。所以在相同重列，这个就很，你的调整就要把它调整，要自己选格子了。对，所以如果你这张卡先在场上，然后你就可以从手牌直接发动魔线。那发动魔线的时候，如果又在同一个重列，就可以触发它的第二个效果。这样，好，它可以抽两张，补牌。好，小丑与锁鸟，对方在抽卡阶段以外，从卡组把手加卡的时候，从手加手的时候，把这张卡从手卡送去墓地才能发动。这个回合双方不能从卡组把卡加入手卡，这个效果在对手回合也能发动。他说抽卡阶段以外，从卡组把
卡加入手卡的场合，就是有点手坑的概念吧，但是感觉就是风双方的检索啦。好，星际先锋铁皮，那它是超能族的，它是一星的，所以把这张卡除外就可以挑二星以上的 Kozomo 怪兽，那在对手回合也能发动。那它的效果是第二个比较强，自己或对方的结束阶段支付500点生命值发动，从牌组把一张星际先锋卡三种给对方看，但是是在结束阶段。那从对方从中选择一张，那如果你要跳大怪的话，你就三张都选大怪，那一张卡加手之后，其余送去墓地，对，就可以，因为他可以在对手回合跳嘛，所以你选到的那一只就可以直接跳下来。好，新遗物的继承者，以自己墓地的一只怪兽为对象发动，那一只怪兽在作为场上连接怪兽区所连接的自己场上特殊召唤，可以直接跳到连接怪兽区。好，奈落的落穴就不讲了。好，那这个大家注意已经复刻了。好，那星际先锋的这一张 Kozomo 怪兽，这张还不错，还蛮强的。那它是五星的，所以只要把场上的一只，所以它是把这张卡除外，可以从手卡把一张六星以上的特招，对，那在对手回合也能发动。那你是几星的，你就只能跳比你星数高的，啊，往上跳。一回合一次，这张卡以外的怪兽效果发动，支付1000点生命值发动，那一个发动无效并破坏，它可以用来定场。对，那它没有绑卡名一次，所以如果你有两只就可以扛两次。好，梦幻崩界的这一张萝莉卡，对，这张卡召唤成功时，以自己墓地的一只连接怪兽为对象发动，那只连接怪兽攻击力变为零，效果无效，再要和这张卡作为连接状态的自己场上特殊召唤。好，它是特招墓地的连接怪兽，然后再跟这张卡做连接。好，只要这张卡在怪兽区存在，这张卡的控制者不能是连接怪兽，不能特殊召唤。这张卡的控制者不是连接怪兽，不能特殊召唤。好，第三个效果，这张卡从自己场上出去墓地的场合才能发动。这张卡在对双手背场上手背表示特殊召唤，哇，直接送给对方，笑死！就是跟连接怪兽有做搭配啦。对，跳到连接区，黑洞场上的怪兽熊破坏终于出了哦，不知道这张出了会不会影响环境。好，魔弹的交叉统治者是速攻魔法卡，但是因为它本来就可以从手牌发动，在对手回合应该也可以发。对，自己场上有魔弹怪兽存在的场合，以场上的一张表册表示的怪兽为对象发动，直至到回合结束，那只怪兽攻守变零，效果无效怪，但是在伤害阶段。他如果在商判刊的话，魔弹的效果就没办法发。对，所以基本上他可以是让对手的攻守都零，然后无效化，然后在同一重列上面又可以触发魔弹的其他魔弹怪兽的效果。初人对刺，自己场上一只战士族怪兽解放，以场上的一张卡牌为对象发动，那张卡破坏，自己从牌组抽一张，所以要解放一张战士族，那就是战士族专用的卡。对。好，但是还可以再抽一张，有点像那个飞鱼的有一张卡，就是解放后炸一张再抽一张，好，算不错。钢轨杰出食人魔，这个应该就可以跟钢轨做搭配了。一回一次，从这张卡的连接区自己的钢轨怪兽任意数量回到持有者手卡，以回到手卡的数量的对方场上表示的卡为对象发动，那些卡的效果直至回合结束无效。比如说你回三只就无效三只，那这个效果在对手回合也能发动。好，这张卡可以向对手怪兽全部各攻击一次，攻击场上有表册表示怪兽存在的场合，只能选择那只攻击力最高的怪兽作为攻击对象。对，第一个是弹回手牌的效果，第二个是只能打最高攻击力的效果。好，这个上次也讲过，我就不想特别讲了。连接召唤的这张卡所在连接区没有怪兽存在的场合，这张卡不受其他发动的效果影响。对，你看它的箭头都是指得很猛的，对，所以就等于说你只剩下一格可以用了。梦幻崩影凤凰，那它是 Link 2的怪兽，那这张卡的第一个效果是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对，那这个 Link 2应该要拿到一下，因为它还蛮好叫的。这张卡连接召唤成功时，丢弃一张手卡，从以对方场上一张魔法陷阱卡为对象发动，那张卡破坏，
那这个效果在发动的这张卡是相互连接的状态，还可以再抽一张卡，所以这个梦幻崩影就是主打相互连接。哦，喉咙好痒。只要这张卡存在于怪兽区，互相连接状态的自己怪兽不会被战斗破坏。对，所以要打相互连接。那现在 Link， 因为这个 Duel Links 的 Link 它的格子比较少，那相互连接好像不是那么的容易啊。暗黑爆发，以自己墓地的一张攻击力1500以下的暗属性怪兽为对象发动，那只暗属性怪兽加手就是回收的，有点像打捞，但是打捞是回收两只，那它是回收一只。好，接着是阿卡，那第一张是梦幻这个魔弹恶魔，这张卡可以把一张魔弹怪兽解放，表侧表示上级召唤。好，那只要这张卡第一个效果，只要这张卡存在于怪兽区，自己对方回合吧，可以把一张魔弹的魔法陷阱卡从手卡发动。对，没事。好，那这个是大家都有的共同效果吧。好，第二个效果，对方结束阶段才能发动，自己从卡组抽出这回合这张卡表侧表示存在期间自己发动的魔法陷阱卡的数量，所以你发动越多张，你就可以抽越多张卡。对，而且它可以解放一只做上级召唤，这样。好，那现在 Kozomo 系列的机械族都长这样，都长得跟星际大战一样。对，那机械族的效果是较低心的怪，那这个超能族效果是较高心的怪，所以他们不太一样。对，好，那他怎么较低心的怪是，如果他被战斗效果被破坏送去墓地的时候，场合把墓地的这张卡除外发动，从卡组把一张六星以下的星际仙踪怪兽特招，因为它是七星的，所以它往下跳，它就是叫六星的。对，所以超能族是叫高星，然后用除外来叫。那这个从场上除外来叫，那机械族是叫低星，是从墓地除外，但是是被战斗效果破坏的时候才能叫。好，那它是七星的，它的效果是这张卡不会成为对手效果的对象，有指定抗性，攻击有2800，自己准备阶段自己回复1000点。对，好，那这张是五星的，所以它只要被战破或效破，就可以从墓地除外特招四星的。那它的效果是一回合一次，从卡组把把一只星际仙踪怪兽送去墓地，以场上一张表侧表示的对象发动，作为对象的怪兽攻击力守备力下降，因为这个怪兽送去墓地怪兽的等级乘上100，就是送一只，譬如说五星的就降500。星际怪兽、星际仙踪、魔邪骑手，那因为它是五星的，所以它是被战破或效破就可以特招四星的。这张卡召唤特殊召唤成功的场合，以场上的一张魔法陷阱卡为对象发动，那张卡破坏跳出来就先炸一张魔线，所以大家就可以发现，你可以先用低星的叫出高星的，那高星的在墓地被破坏，又可以在这个特招低星的，就是有一种循环感。哇，这个越打越多，这个好。星际仙踪的格林德什么怎么的，好，那把这张卡除外发动，从手卡把一张五星以上，因为它是四星的，所以它就是从特招五星的以上的。好，那一回合一次，支付500点生命值，与对方场上一张表侧表示怪兽为对象发动，那只怪兽变成里侧守备表示。对，好，就是盖对方卡。魔弹射手的这一张，好，只要这张卡存在于怪兽区，自己对方回合可以把魔弹魔法前从手卡发动，这个是共同效果。可以直接从手牌发动你的子弹，和这张卡相同重列，有魔法陷阱卡发动的场合，从卡组把一张这张卡以外四星以下的魔弹以手背表示特殊召唤。哎，这个感觉不错。对，如果刚好你发射出去子弹之后，还可以再特召其他魔弹。魔弹射手卡斯帕，那一样，第一个效果是可以从手牌发动魔弹魔线。第二个效果是，如果这个有相同重列的时候发动的时候，那和那张卡发动卡面不同的一张魔弹卡组从卡组加手。对，但是感觉有点这种中田的感觉，对，就是填充子弹的感觉。对，那加手之后可不可以马上用？应该我不确定，应该可以。好，好。
星际中心到星际仙踪稻草人，那第一个效果一样是除外，那他要跳跳，他只能跳三星以上的这个怪兽。好，那一回合一次，支付500点生命值，以除外的一只自己的星际仙踪怪兽为对象发动那只怪兽特殊召唤，那这个特殊召唤效果怪兽无效，结束阶段被破坏。你就是因为刚刚是除外一堆，因为超能族会除外，然后机械族也会除外，所以就可以跳回来，你可以跳大怪，但是他以守备表示特招，但是也没有效果。诶，他没有讲守备表示，就是可以特招，那你可以跳大攻击力大的地点的，或者是跳回来做超量也可以。好，动态密码，那这张卡在一回合只能发动一张，在自己场上把一张安全令的衍生牌以守备表示特殊召唤，一回合可以跳一张衍生物的概念。好，星际仙踪能数，以自己场上的一张星际仙踪怪兽为对象发动那只怪兽破坏，选择场上或墓地的一张卡除外。好，魔弹亡命之徒，好，自己场上有魔弹怪兽存在的场合，以场上的一张表示的卡牌为对象发动那张卡破坏，就是可以直接从手牌打出子弹把对方打死破坏掉。好，这一张把自己场上有相互连接状态的怪兽存在的时候，对方把效怪兽的效果魔法陷阱发动时才能发动，那个发动无效并破坏，它是反制陷阱，但是你要有连接，互相连接状态才可以。好，最后雷管删除员是 Link 3的电子界族怪兽两只以上，攻击2100，一回合一次，除连接3以上的连接怪兽的表册表示的怪兽和这张卡进行战斗伤害步骤时发动那只怪兽破坏，所以你要打爆它，你只能用 Link 3以上的，或者是4 Link 5这样。哎，一回合一次，把这张卡所连接去的一只自己怪兽解放，以对方场上的一只怪兽为对象发动那只怪兽破坏。对，好，那也蛮好理解的啦。好，所以这副牌里面主打的魔弹跟星际大战的叫什么星际仙踪哦，就是星际大战的相关的牌，然后还有刚刚讲的梦幻崩影系列，个人觉得好像可以玩。好，我要来去吃拉面了。